航母建造难在哪儿？它不仅是战舰，还是移动的海上机场，是尖端技术汇聚的巨大系统工程。战场上没有第二名，只有第一名。我们要有自己的创新，不能老跟在别人的后面。从我们国防科技工业来说，我更加看重的是我形成了这一支中青年为骨干的人才团队。从设计开始到生产准备，我们建立了设计的准则体系、建造的管理体系和工艺的标准体系，同时它又是一个军民融合的项目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国产航母的研制实现了航母从用起来到造起来的跨越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有责任、有信心、有能力让航母进一步强起来。中国航母助力民族复兴。